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。现在呢，由我代表大会向大家发布一条消息，那就是我们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现在已经来到了会场，所以现在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一起静心念佛，恭迎老法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our venerable Master Jing Kong has arrived at the foyer. Please stand up and welcome him to come to the stage and give us a speech. Thank you. 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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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分享。请坐，大家请坐。
下去的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感谢同学们参加这一堂的佛事纪念我们的祖先，念念不忘。祖先对我们有莫大的恩德，在这个地球上最懂得的，大家说了没说下来？最懂得教育的是中国人。我们说中国五千年文化是成功的，是有翻译是吧？有翻译，他们有那个翻译机。听得到听不到？听得好，是都有翻译吗？好，谢谢。可以听，可以听到，可以听得到。很抱歉，今天给大家见面，大家就了解了，人是真的老了，93岁。说话说不清楚，记忆也退化了，讲经原本是发心继续讲下去，今天诸位跟我见面就明白了。上了台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体力明显的消退了，体力衰退了。这一次到联合国，因缘非常殊胜，早在1960年，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那个时候还不是佛。世界和平这个做主题的活动，一直到现在没中断过。有不少同学挺关心的，问我跟联合国的缘分，我说缘分我不敢讲，自从1960年开始，是世界和平论坛，联合国主持的，
我们看到社会的动乱，感触很深，时时感到怎么办？我们要把社会的安定、世界和平放在心上。啊，遇到同参道友，包括许多宗教，我们没有分别，我们一起来办这个和平活动，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在宗教团结之下，让我们看到安定、和谐。这不但是我的愿望，我相信是每一位同修共同的愿望，一直到联合国给我一个办公厅，这个是三宝加持，不是任何人的力量啊！从这里，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宗教团结，需要宗教吸收，肯定众神一体，世界一家。我们要推动这一桩大事业，宗教与宗教之间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肯定众神一体，世界上十多个宗教，每个宗教所奉祀的神明，确确实实是一个在佛教称之为佛陀，在基督教称之为上帝，是一个人，不是很多人。我们都承认神有神通，可以化身，神很慈悲，神爱世人，你信仰宗教就是信仰有神，这个神是万能的，神有神通，你喜欢释迦牟尼佛，他就现佛像给你看，
你喜欢上帝，他就献上帝给你看。能献的是一个真神，所献的正是佛法所说的随心因量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像，他就现什么像，这大慈大悲，这样才能够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我们深入经藏，发现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进入联合国了，用什么来团结宗教？用众神、佛菩萨的教诲来达到我们的目的。世界宗教是一家。联合国给我这个文件，我看了之后，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，把许多宗教的经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找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所有宗教都在追求的这个东西，那就是经典上每个宗教的经典都说到的，把真神介绍给我，我们知道了真神是什么，发现真神是爱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佛菩萨的慈悲是一不是二，学习宗教叫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加什么？讲爱人，我们要把神圣的爱吸收过来，放在自己的心上，代表神，代表上帝去爱世人，这是神之人缘一定要做到的。无论哪一个宗教，只要能够敬仰这一句经训，神爱世人，我们把它编写成一个小册子，这个小册子第一个看的是威尔斯大学校长，他一口气把他看完了，我下午给他的，他大概看到晚上一二点钟把他看完，告诉我这本书是每个人必须要读的，必须要学的，要想到上帝的世界，抓住神爱世人就去了。神爱世人这个牌子，就是我们到联合国建出有一个识别的牌子一样。你是不是宗教徒？是不是神圣的弟子？是不是神的子弟？
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做到生爱时。我们的时间多久？几点钟？五分钟。好。好。今天我们这个顶上面有一张照片，海贤老和尚，中国河南南阳。一位老法师，也是我非常尊重的，在世我们见过好几次面，往生了，留下肉身给我们做纪念。这是肉身的照片，这几天供养在此地，让我们看到老和尚，就想到老和尚发心表法，做榜样给我们看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要把这个身体留下来给大家做纪念也是真的。我们看到老和尚的肉身，如同看到老和尚在我们讲堂。老和尚一生非常慈悲，把净宗经典祖师大德门的开始都表演在身上，让我们从他一生看到净宗大德的楷模榜样。往生欲知是知，我们希望老和尚这个道场同参道友人不多，但是个个都有成就，让我们对极乐世界有信心。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。这个世界上灾难很多，不幸我们遇到了怎么办？我们后面一回头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是所有宗教所有法门里头第一法门。我们有好地方去，我一生没有法院建立道场，一生流浪，我只有一个愿力，求佛菩萨保佑，一生完全由佛菩萨安排，我没有替自己想过，想的很多跟自己不想干，我想怎么团结宗教，怎么样团结族群，怎么样让大家对净宗法门无上甚深微妙法是求佛往生。我这一生认定了这个法，我只要最后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地方不建道场，
没想到佛菩萨送一个道场给我，就是我们联合国的本地。给我们一个任务，我一进联合国的大门，秘书长给我一个任务，团结全世界不同的宗教，希望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是我们办公室的任务，我们认真努力，不辜负对我们期望的善心人士，不辜负众神给我们的价值，不辜负佛陀给我们建立的道场，让我们在这里办活动没有障碍。不容易，很难得了。我们做得不好，对不起佛菩萨，一定尽心努力，全心全力把这个工作做好。啊，社会从这个地方安定，我们做出榜样给社会大众看。这个榜样就是爱世人，要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爱世人，爱宗教，每一个宗教我都爱护，不是一个宗教两个宗教有偏心的，不是，我们所有宗教都爱护，所有宗教里面的神明我们都同样的礼拜恭敬，向神学习。今天30周年最后的一天，中峰禅师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，我们依照这个法本认真学习，能达到我们在此地学习的目标。把大乘佛法微妙的行踪在联合国展开，在联合国弘扬，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得到法益。我跟大家说的话就讲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
谢老法师一问讯。恭送老法师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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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